还卡吗？突如其来的直播，今天跟刘胜男一起出来，忙里偷闲，忙里偷闲。我已经尽力了，这是我四 G。现在看得到我，因为今天拍深写，大家都化了妆。要不要这么？他们说今天 BJ 的成员都在直播。我说因为今天拍了深写，大家都在直播。我跟小弟今天，咦、吓我一跳跳。微博分享成功，所以应该都看得见。你开了四 G 吗？没有没有，有点卡，他们说有点卡。我要吃一口你的面。是吗？那可怎么办呀？我没有流量了。给大家卡卡的，完蛋了，很卡，看来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一颗废树，非常卡啊！那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嗨，我今天十分的。怎么开流量包啊？你是什么卡？电信。那我就不知道。失误。你去百度一下电信流量小时包。我看看。我今天也穿了裙子，你们不要这样。外面有三个玩偶，就是发床单那种，好像在拍视频，一直摔。我今天也穿了裙子，你们不要看不起男孩子穿裙子。那我用多少才行？嗯？你用了一个 G 吗？一个 G 就行，就一个小时差不多，不，半个多，45分钟。怎么了？一天。耳朵上是耳钉啊！再说要我拨打当地的运营电话。小宝宝在喝 ，OK， 在喝牛奶。对，封面图是刚刚在这拍的，他家这个花好好看。今天有照片发了，开心吗？对。我来试试看。给你们看看，你们的树。今天是大姐姐，今天好像满天都是柳絮，到处都是哦，烦躁。对，何树出来忙里偷闲，闲一下。你这是什么？这是冰的吗？嗯。哎呦喂！哼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在约会吗？我们只是正常的普通同事之间的。友谊晚餐，友谊晚餐。你开了吗？嗯。哎，那几个玩偶走了。嗯，小宝你吗？小树还开吧，应该开。他在弄他的流量，因为 WiFi 不太好用。他说你的问题好难哦。哈哈。这是什么操作？你的问题好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这是
潜逃，不是约会。嗯，我要不再试一次？你百度一下。哎呀，开心。他装修的真的还蛮好看的，今天也是穿了裙子的，给你们看，我穿了裙子，开心吗？还是不行吗？我是在试最后一次，不行怎么办？不行，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先吃再说。这个春天，罗雪莉不止春天少女，罗雪莉想少女的时候就少女。还没发现，给你们看这个。今天拍了生写，对，拍了六月的生写。他在弄他的流量包，小叔叔弄不了他的流量包，怎么办？我再试一次吧，如果这次还是不行，就没有办法了，感觉。刘胜男吃东西是所有人觉得刘胜男吃东西都很香。我用了最后一次信心，看这边留可不可以用 WiFi 啊，就是会很卡，会特别卡吧，我知道。看刘胜男吃东西就是很香，非常香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这可是叉呀！我跟你讲，摔碎了，还是很卡。哎呦喂，嗯。没事，那你就开个电台吧，电台万一不卡呢？对，万一电台不卡呢？那好吧，我开电台了。我真的吗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什么呀？说如果是电台可能就不卡了。啊，雪莉成功了。那行，我开电台试试。给你们看，健康青年应该喝牛奶。给你们看，他装的还蛮好看的。我喜欢他家那个花，对，就我今天拍照的地方。嗨嗨嗨！发现一颗废树。哇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好像又长高了。你真的长高了，我觉得。对。因为今天跟响哥。我电台也失败了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今天跟响哥一起。今天跟响哥一起拍了生写，然后冯思佳说这样一看才知道罗雪莉有多高。我尽力了，我
我快了，我应该有了，我应该快17了。有人可以看，他们看不见我。我本来想说有人可以，就是电台啊，怎么看得见？我本来想说有人可以看得见我吗？可是我想知道电台卡不卡。把声音调大一点，因为没有戴耳机。电台不卡吗？真的吗？啊，果真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我就跟你说，开电台应该不卡。那你们就看不见我的吃相了，太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们实时转播。是你们的手机吗？对。哎，这个不是。啊，这个不是。啊，有人落上了吗？我们手机在我们自己手上。你们刚下课，他们现在讲5:50，刚刚好下课的时间。我跟小马一样高。谢谢。我跟小马基本就是那种有一阵儿他高，有一阵儿很好看，其实有一阵儿我高。对，李子已经长高很多了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么挑剔。没事，今天雪莉给我拍了很好看的照片，我可以今天发微博给你们看。雪莉真的超厉害了。刘胜然就是我们 B J 第一李锤，对呀、啊，晚点回去发微博，毕竟你们也看不见我，现在没办法。嗨，我昨天回去看我刘胜然，笑死我，我小卷一点可以了。好可怕的事！我只是下意识转了一下而已，然后我在转我的意面，然后被罗雪莉惊讶到了，把她惊讶到。我和马丽莲是有一阵她高，有一阵我高，然后现在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对，我在吃饭，我旁边是雪莉，给你们看看。给你们看看这个人，他们应该都还没有吃饭吧？嗯，他们好像有的都没下班。荔枝应该有1.6米了。没有，我才1.6米一点点，好吗？我比他高呢。啊，那李子就应该1.58米了，不错了。他们说我把你喂胖了。是的，刘诗楠没事就拉着我吃东西。对不起你我。嗯，是的，刘诗楠，我把身上肉全都转移给你，你太瘦了。哪里，我比你们心高一些，好不好？对，刘诗楠。我们一排讲 MC 还是很明显的，特别想哥加入我们这一排，想哥加入我们这一排，我就变得更加的高了。没什么动过的。算你们来看刘诗楠吃饭吧。刘诗楠，还行，我一般能吃，没有很难吃。看看，那也挺好。我们长得高的青年都在喝什么？能听到我心。都在喝牛奶。我们长不高的青年。长不高的青年都在喝芒果的。这是长得高的青年，有的人还没有下班，好像。今天周几？你们下班了吗？好像有的人下班了。他们说你这是一脸盆面条。真的，比我的脸还要大。还没有。小孩子没有吃饭，小孩子是在吃和不吃当中纠结。他们下班是不存在的，说。我们也是啊，不存在的，休息日不存在的。嗯。忙到。这个事业是真的。忙到爆炸。忙到要哭了。忙到原地。忙到要哭。忙到原地打滚，我真的是。下午好。哎呀，就是那首歌。给你们听，哇！这是小圆家啊，对对对，圆山花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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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
你们应该听不见，算了，你们就凑合凑合听吧。我之前也有这个，我歌单也有啊，你们听不见哦。哦，对，你们今天切票是吗？你们加油啊，首演。他们八点。啊，他们听到了我的咀嚼声。加油。对啊，我进来的时候，首演的票。这家店就是它的整个背景色底色都是绿色，就是很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个。就这个绿色做底色，其他。我们宇宙一，你们加油！首演首演，对。加班的任务就是接票。宇宙一。啊，千秋的红白没有吗？你们可以开始赌一赌，我跳哪个 unit。少女初次见面，我是螺旋女。赵云在房间里说这个梗。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张小云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张小云。笑死！他们都好像，他们都觉得我是跳初恋系列的。想笑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张小云。笑一笑，很笑，挺对的。我的四川话还可以了啊，我跟你讲，万一就是我张小云还有陈楠跳初恋你好呢，吓死你们。他们说要三个四川人一起跳初恋你好，吓死你们。天津话怎么说？初次见面我是陈楠。初次见面我是一颗肥素。我是一颗肥素。初恋强盗什么鬼？初恋强盗，打扰。小猪 UP 是那个什么完美，什么什么吗？什么？就他们很期待方言版，我觉得很好笑哎，那个初次见面用方言。有机会我一定方言跟你们说。对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啊。如果生日有机会，我就给你们跳方言版的。方言公演。方言的约定，方言初恋你好的约定。这个月过得其实还挺快的，因为忙。对，好忙啊。每天都很。我怀疑这里的店里用了我的歌单，怎么那么多好的歌都是？谢谢。是的，我觉得我们零零后跳初恋你好可能过不了审。新公园还没有完全学会，没有时间排，就和大家。就是人骑的时候很少，我们得420红白歌会完了之后再来抓紧时间那个。对啊，我千秋乐会三遍的。我420会和小树合作。我自己编不了脏辫，我只会给自己编小辫子。你就编满脑的小辫子就是脏辫。对，就是满脑袋的小辫子就是脏辫。没有，我们今天等会儿结束完回去。玛利亚是什么类型的歌？对不起，我没听过。我也没听过。我也没听过那首歌。有机会啊，张辫以后也会加的。不知道哎，陈楠凑不凑神龙看他心情吧。就像我就差那个什么爱的魔法就能神龙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跳，就是不想跳。
水晶那头上面那简直是满脑袋，我的天，脑袋脑袋，哼，特别，其实特别紧会挺难受的，家里就是不想跳爱的魔法，要不然我早那个什么了，早生了。你有这么抗拒？等一个悠长四少的爱的魔法，对，你们就等吧，你们就等吧。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是叫做发际线粉，就是秃的可以。对，我现在都开始用发际线粉了，你们说惨不惨？他们说爱的魔法做错了什么？太累了，爱的魔法特别累，很累很长。天哪，这家店真的是我的歌呢。你们切票要顺利哦。嗯，发际线粉是图可怕。二七针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，反正二七针已经出道一周年了，马上。所以你们还是听得到的。好快哦。应该不是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学弟来这边，因为我之前路过这个店觉得很好看，但一直没有过来。然后学弟说他之前从马林过来过，然后今天正好就抽空过来了。里面果真还是很好看的。最近北京都在飘那个柳絮了。你说发际线粉吗？粉多不好闻一个，你以为我很有钱吗？你不知道这件新衣服都是我犹豫了好久才买的，就只能看屏幕到。因为我新公演的 UNIT 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自己花钱买的衣服，所以就很穷。就我已经就是想了半天才决定买这件衣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件吗？啊。我对柳絮不会过敏。我柳絮会进我眼睛，你知道吗？眼睛太大。我还好，还没有，我们运动奖金还没有下来。我们是想哥拿钱先。想哥给我们垫了5000块钱的衣服钱。先把衣服给买了，因为要不然拿下来的话，对，肯定来不及。运动会的奖金还没有到。那我还好哎，柳絮倒不会让我鼻子痒痒的。我觉得挺像羽毛的。树哥，想哥是很会省钱了，他很会存钱。红白，对，赢了会有奖励，输了也会有惩罚的。嗯，红白赢了有奖金。但是我还是需要，就是自己再改一改，怎么改一改？因为上台的话肯定有点奇怪，太幸福化的话肯定在舞台上也很奇怪。嗯，你上面这层是个啥？我也不知道。奶昔嘛，嗯，就大家都很不容易，为了好看的衣服，因为其实一个节目来说的话，好看的服装也很有必要，嗯，就合适的、很好看的服装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大家是不是都去切跳了？感觉没有吧，他们八点。我都没来得及去看我的樱花。你带不去。哇，我的直播已经被卡出去了。他们说卡出去的都是一堆的。我在拍你哦。是吗？我觉得口袋四八就是针对我们宇宙一，针对我们宇宙一，我跟你讲。嗯。大王，你听见了吗？嗯。哦，我怎么这么害怕？黑衣服老师给我们送了应援棒。他中了吗？害怕。好像失败掉了。好像不 OK。嗯，刘胜男好像又崩掉了。一棵被卡死的树。看看刘胜男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是哪位？